农历三月十五，财神爷圣诞，慈云寺财神殿信徒来帮财神爷祝寿，摸摸金元宝，祈求发大财。你肯定有运气到哦，都会顺利啊！啊，没运气到那没办法了。啊，有求有差。有啦有啦，啊，不过身体很好啦。好，我每年都在这里这拜。财神爷圣诞，庙方准备了发财龟，让信徒把龟求到圣杯，将发财龟带回家。一早就好多那个，香客来求这个发财龟，也很多那个去年他们求了有赚钱，还十倍，还有很多还那个寿桃、面线，很多贡品来，他们来有赚钱都来还愿。慈云寺财神殿涌入不少信徒，供桌上满满的贡品，有饼干、发财金、素果，还有香客特别来还愿。圣杯求有了才可以拿，可是现在的人是没有了，就是，再求一求就拿回去，赚钱那都隔年那都很拿来还愿。我们慈云寺是他求去求发财的，有来还没有来还。我们都没有关系。来这有家添这个添油，迄个招财灯啦，啊是讲今仔日拄好伊的生日啦，啊来这甲拜拜。这两年受到疫情影响，民众不能出国，为了求心灵上的寄托，慈云寺财神殿人潮不断，除了祈求发财，也希望疫情早日过去，平平安安。记者黄少明，基隆报道。